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谢谢，一进来就给阿紫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帅哥们，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，在哪里？在那个下一次老板的另外一个公司，就是你们看画面，就是他上一次带我们来这里，然后送我手机的那个地方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个地方还记不记得，帅哥姐们？马上睡觉了是吧？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公司，老板叫我们在这里等他，他说他还在忙一点事情，因为老板他从那边回来，我们也还没有见到他，然后他说让我们在这里等他。然后我们两个刚下班，刚下班过来，刚到这里。你说老板来让我们两个来这里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应该说工作吧。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晚上好晚上好，谢谢帅哥姐们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我们去点点这个黄色的爱心，去给阿紫加入一个粉丝团啊、哦，帅哥姐们。一走好老板要踢他的是吗？阿紫等久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刚到，帅哥姐们，我们也刚刚到这里，我们也刚到这里，我们也刚下班，然后刚到这里的，我们也刚下班，然后刚到这里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每天看你直播是吗？你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叔叔阿姨是每天都想每天等阿紫直播的？就像我每天下班了，我就很想一些赶快赶快去给你们直播一样，一直都在等是吧？谢谢谢谢你们，阿紫多穿一点衣服。好的好的，今天的话不怎么冷，今天的话有点热哦，外面都有点热，白天的时候也很热，晚上的话刚刚好，不是不冷不热的那种。烦死了，真的是、来我叫我们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他不会是带他的女朋友来见我们两个吧？他上次不是说他有女朋友吗？他有说带女朋友来了吗？有可能呀，他说他的女朋友在乐山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是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阿紫老板来，老板他说他还在忙一点事情啊，帅哥姐们。哎，莫终于把帽子摘了是吧？因为他最近洗头了，他最近不坐月子了，对。一直等你开播是吧？好的，谢谢谢谢你的支持。不要这样子说话嘛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姐们一直对阿紫的支持和帮助，还有这个关系陪伴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谢谢。对，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是粉丝，那个灯牌已经灭了，我们灭了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就给这个黄色的爱心点一点，就给阿紫一个灯牌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多叔叔阿姨呢没有灯牌，但是有灯牌呢都是七级、六级、八级了。哇，都是一开始就陪着阿紫的很多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所以呢我们要去给阿紫加入一个粉丝团，那样的话我以后就看得到谁和谁陪阿紫多久了啊。天天想看你直播是吗？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阿紫加油。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会加油的。老板他昨天说他今天要回来，我以为他说假话呢，原来是真的回来了哦，真的回来了是不是？他刚刚叫我们在这里等他，应该是真的回来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叫我们在这里等他。每天看你直播是吧？谢谢，我也每天想跟你们聊天。烦死了，真的是一天聊天聊天的，心情一点不好。又没说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就知道吃呢？怎么了嘛？我就知道吃，怎么了嘛？你管得着吗？哎呦，要多啃一下老板。本来我们两个今天也还去，还准备去那个姐姐那里学习啊。然后老板说他要来这里，他让我们今天的话不去学习可以，他叫我们在这里等他，所以就在这里。要多啃一下老板。说有女朋友是开玩笑的，是吧？哎。没事啊，老板有女朋友了，我们也会替他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就把这一天吃，就知道吃是吧？要老是这样子说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是，我不是猪八戒。老板有没有老婆？我们不知道，一个老婆我们也没有见过，帅哥姐们，我们没有见过老板跟女孩子一起，没有见过。
我觉得肯定有了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人家承认有老婆了吗？他自己都说了他有女朋友了，那肯定有，是不是？傻的吧？你看人家那个年纪，你觉得是吧？那肯定是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。来，帅哥节目，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好不好？把赞赞往上点一点，我们4000多个人把赞赞往上点一点，谢谢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老板是开玩笑的对吧？管他开不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在意那么多细节干什么？我们又不是跟他在一起。哎，为什么你这个脸的颜色和我的颜色不一样？你过来看。因为我本来就白啊，比你白。因为你坐在这里的好吧，那个光照到你了，就这样子。来嘛，我们两个换个位置嘛。你到了这里。把你的头转过来呀、啊。你看，不白了吧？你看还不是一样。那我本来就比你白那么一点点，好吧？对对，比我白，比我白。本来就是。嗯，比我白很多。不是白，是个。你是啥？我今天没有打面粉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是素颜。我今天是素颜，好吧。叶总在路上啊、哦，帅哥姐们在路上，他忙一点事情，然后等一下再过来。他忙不忙的，而且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谢谢点赞，谢谢阿紫加油，好的好的，会加油的，帅哥姐们会加油的。哎，老板回来了，你高不高兴啊？为什么要高兴啊？真的是这几天。你们高不高兴，帅哥姐们？我觉得我一点不高兴，这几天我一动没去做，你别告诉他啊。帅哥姐们，等一下老板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告诉他？因为这两天没有上班。高兴是吧？老板回来了，你们也高兴吗？阿姨莫不高兴，因为阿姨莫怕了被老板骂了，因为他这两天没有上班。没事，管他。我们要不要告诉老板？等一下，反正他也赶不走我，赶不走你，你就这样子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要是吧，要的扣个一。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告诉老板说？不，啊，因为这两天没上班。你要是告诉他了，我跟你讲，有你好看的。什么叫有我好看？你看，他们都说要告诉老板，我觉得应该要跟老板说一下，要不然。老板以后他以为他每天都上班给他发工资干嘛，那样的话不好了，对不对？该扣就扣哦，这两天他反正这几天没有上班，对不对？都下班了，长得太丑了，拍个照都长得太丑，知道吗？都不想给他照，给他说，然后让老板让他给他就是扫厕所是吧？我在想要不要给老板说，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你们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知道什么？知道你们上班啊。我哪里不上，我上班了好吧，服了。你上班了吗？没有吗？我们没看到哦。叔叔阿姨哥姐们都是他在那里偷懒，知道吧？只有我每天都去，每天都起得很早，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去上班。他呢，他每天都在家里打扮化妆，然后每天都在家来自恋。帅哥节目，谢谢点赞。来，帅哥节目，我们把阿紫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我们来，帅哥节目，我们支持阿紫的，我们团结支持阿紫的，我们把赞赞双倍点赞再点出来好不好？帅哥节目，我们把双倍点赞点出来。老板到这里，应该老板快到了，到这里之前我们把赞赞点到50万好不好？帅哥节目，来，我们开始点赞赞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开始点赞赞，我们就一两分钟就把它点到50万好不好？帅哥节目还50万？你觉得叔叔爱哥节目他都，你看着嘛，你看着嘛，你看他们不支持你好吧？你看马上就有那个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前几天没看到吗？来，帅哥节目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7万了，帅哥节目8万了，9万了啊，9万了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我们点给阿姨们看一下，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帅哥节目，你看一下双倍点赞，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帅哥节目，来，我们打 PK 的时候，帅哥节目都不帮你，没人帮你，我就不想跟他们说话，就像这样。有没有人帮我？你看一下就可以了，你看，双倍点赞。你看人家一走的话，
你看一下嘛，你看我们双倍点赞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我们都团结，直接点到200,000了，帅哥姐们，来，我们点给阿姨莫看，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直接点到500,000，来，帅哥姐们，阿姨莫看，我们直接点到500,000，还500,000哦？怎么可能？你以为他们都支持你吗？他们都是来看你笑话的，因为你长得那么丑，长得那么丑，谁想看你吗？笑死，怎么这么搞笑啊？太天真了吧！真的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看着就可以了，你不用说。我看着笑。你没必要说，你看着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党传统。疯子走开是吧？疯子不愿意走开，帅哥姐们。给你们解说帅哥姐们，你们就是来看他笑话的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老师，哎，我不知道你在每天都想什么。老板应该快到了。到了又怎么了嘛？啊，到了怎么了嘛？哎呀，烦死了！到不到的跟我们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等了他那么久，他都不来，人家根本帅哥姐们，你们期不期待老板过来？期不期待老板过来？期待的扣个一。谢谢点赞340,000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站在已经点到340,000了，期待是吧？期待的扣个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好多人也期待老板过来啊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来，我们已经5000人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直接把赞赞点到500,000啊，500,000，谢谢谢谢，阿紫加油，我会加油的，帅哥姐们会加油的，会加油的，会加油的。不要给他加油，帅哥姐们，她是个坏女人。对，我是个坏女人。她老是欺负我，知道吗？帅哥姐们，你们都不知道。谁欺负谁呀、啊？阿姨莫。谁欺负谁，心里面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舒服吗？舒服怎么了吗？啊，心里面舒服得很，怎么了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日日夜夜等我们直播是吧？谢谢谢谢，我们也就会每天晚上如果有时间都会给叔叔阿姨们直播聊天的，就是就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前两天的话我牙齿痛的话我就没有播，基本上都会给叔叔阿姨们直播晚上这个点的时候。阿紫加油，来帅哥姐们，希望阿紫加油的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加油好不好？谢谢。哇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老板，你到哪里了呀？你到哪里了？你过来了没有？你看人家都，谢谢。不要送了，送什么送嘛？你觉得你送我们就能看你一眼啊？笑死！你怎么这样说话的？我就这样子说话怎么了嘛？啊，不行吗？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老板不要送了，给老板点点关注，帅哥姐们，不好意思，老板还没有给老板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。点什么关注，不要给老板点关注，哎呀烦死了，搞得我心情一点也不好。阿紫加油，好的，我们会加油的，我们会加油的。老板你还有多久到啊？人家什么时候到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人家想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。9点了呀，因为时间9点了。人家那肯定是放你鸽子了，他肯定是骗你的，他肯定就是骗你的。老板骗过你啊？没有吗？真的是没有骗过我。来，帅哥姐们，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我们左上角这个黄色的爱心点一点啊，点一点这个黄色的爱心，给阿紫加入一下粉丝团，谢谢。我们5000多个人给阿紫加入一下粉丝团，谢谢帅哥姐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对，你们加入了粉丝团的话，以后在我直播间里面，你们都会显示5级、6级、7级、8级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那样的话，我就看得到哪一些是一直在支持阿紫的，哪一些是一直陪伴着阿紫的，我都看得到了。你看现在很多是8级、7级，这个很多很多是8级、7级了，5级的也有1级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没有去加入这个粉丝团的帅哥姐们，我们就去加入一下这个粉丝团啊！谢谢谢谢。还加入一些粉丝团都没人点呢，还在这里说说说说有什么用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没人点吗？我们头上都是。你再怎么说都没用。我们头上一直不是一直都有吗？你再怎么说都没用，人家不想点就是不想点。谢谢送的点亮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谢谢，对。对，你们在点的时候，阿紫也看得到你们谁点进去了。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阿紫加油。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也以后会好好上班，不让叔叔阿哥姐们失望，不让你们担心，不让你们每天都担心阿紫莫这样了那样了。我会好好工作，好好挣钱，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，帅哥姐们，好不好？阿紫一路长虹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，有你们在，我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不对？有你们在，我会越来越好的。老板马上到是吧？马上到，马上到，都那么久了还不到，哎呀，他在干什么？谢谢谢谢。慢悠悠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对不对？黑粉来了，没事没事，帅哥姐们没事，阿紫加油。对，现在我们基本上很多都有那个粉丝团了。对，还没有给阿紫点粉丝团的，我们去点点这个粉丝团啊，帅哥姐们点点粉丝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在上一次就是老板送我们手机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公司，在那个公司，要不要给你们看一下那下面的业绩？看什么看嘛呀！上一次你们看过的，帅哥。看什么看？不要看了，哎呀！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业绩啊，那个就是下面的，上一次你们看过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乐山这里。应该很多叔叔阿姨，这是乐山这边的话，应该知道这里。漂不漂亮，帅哥姐们？好好看哦，那条街看到了没？太好看了。好漂亮。嗯，好不好看？漂亮是吧？我也觉得好好看，那下面，我也觉得那下面非常的好看，哎，非常的漂亮，好看。哎，老板怎么还不来呀？都等那么久了。等什么嘛？哦，老板。你说等什么嘛？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，帅哥姐们。都不想看他一眼。坐吧，坐吧，坐。这你们怎么坐外面呢？没事，我们喜欢坐这里，坐这里吧。这里面不好吗？坐外面好一点，你坐这里吧。我坐这里。老板来了，帅哥姐们。家人们晚上好，来。老板你好像变瘦了耶。外面去吃苦，肯定变瘦了呀。来，家人们晚上好。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老板好像变瘦了一点。还变瘦了？我看了，就是。我下午，家人们，我下午到的，但是去几个公司里面去跟他们对了一下那个。马上要发工资了，给他们对了一下账。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工资啊？哎呀，真的是。想我了吗？我看你们在群里面都已经把消息都点爆了，我的天哪，一直在催我。终于回来了是吧？对啊，终于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上次老板走的时候，我们还想着，我们还说，来给家人们发，我们还说老板是不是也要走不回来了？来给家人们，今天终于回来了，安排上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来左上角给家人发个老板又发红包了，老板又发红包了，帅哥姐们，抱一下。不报，家人们，哇，老板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啊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家人们说抱一下，不是我说的。抱什么抱一下？真的是，哎，阿姨莫来抱一下。我看，来，我不抱。啊，对，阿姨莫。我不跟阿姨莫抱。来，我们两个抱一下吧，好像好久也不见了。哎呀。你干啥？阿姨莫来了，帅哥姐。你干啥？阿姨莫跟老板抱了，你们看一下。来，跟老板抱一下，对不对？是帅哥姐们，是不是？你的手，来看。看我的手不灵不灵的，好看吧？你看阿姨莫做了指甲，做的要那个好长。
你不要在我身上摸摸蹭蹭的。来抱一下。不抱不抱。你看，哇，一家三口，哇塞。神奇，一家三口。什么个意思？什么个意思？嫌弃我？来。哼。你是不是飘了？你看是三个人，你是不是飘了？啊，你不是说带你的女朋友过来吗？你的女朋友呢？我的女朋友。嗯，你女朋友呢？你看老板的头发，看到了没有？肯定是去泡妞了，是三个人嘛，玩够了他才回来的。你好好说话。就这样子说话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是确定要这样子吗？你的皮肤都变白了，去一趟外面。是这一个姐妹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女朋友在跟前，家人们。那阿姨问你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老板。啊，真的是。哦，李总，感谢李总，李总给你发消息，怎么没回啊？李总，墨迹一代，谁也不爱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帅哥姐们支持，谢谢。开除妹妹，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刚刚说要不要告诉老板的事情，要不要说？什么告诉老板？哎，不要说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说出来了，你就完蛋了，知道吧？你们打在公屏上，帅哥姐们。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。感谢娟姐，感谢。你要是说出来了，你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要说是吧？你们说吧，帅哥姐们。你再说一下，再说。哇，你看我一过来，然后咱们直播间从5000人一下子变成马上7000人。你们说，帅哥姐们。来，咱们把赞先点到100万。来，家人们，今天是一个家人们高兴的日子，来，先把赞点到100万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6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赞60万了。来，咱们一起把赞点到100万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先把赞给阿紫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别讲了，什么，你们有话要说吗？嗯，没有。阿姨们这两天没上班。我哪里没上班啊？你再说一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哪里不上班了？你什么意思嘛？啊，你吃硬的啊，不吃软的，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你？你再碰一下，你多碰他，什么意思嘛他？哪里不上班了吗？你要不要？他什么意思嘛？我哪里不上班了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你跟我说一下。他本来就，那你本来就没上班啊？你现在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回来，我不想对你发火，你马上坐好。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月的工资我不知道你找谁，谁对你好，谁对你好你就找谁要，就别找我了。老板，啊，你不要这样子，老板。如果你不听话，以后你的工资你谁你听谁的话，你就找谁要啊。老板，我听话。哎呦，这个阿姨们这个舒服吧？哎呦，舒服。来，家人们，先把赞给阿紫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再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快70万了，帅哥姐们。来，68万了。来，咱们先把赞给阿紫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6800人，不像话，70万了。7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站在已经70万了。我坐了6个多小时的高铁，家人们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我们把辛苦打在公屏上，帅哥姐们，老板辛苦了。75万了，帅哥姐们，75万了。哎，你哪里看到的？我看不到的。75万，7000多人，来，7000多人了，家人们。77万、78万了，咱们先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辛苦了，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没关系的啦，家人们。谢谢送的真好看，谢谢送的小心心，谢谢。82万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先把82万，咱们把双倍点赞出来，来，听我指挥，
咱们直播间7000多人，来先把双倍点赞点出来。对，这速度怎么回事？来，咱们一起先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一人点几下，先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直播间7000-8000人的凝聚力在哪里？87万了，对了吧？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帅哥姐们，双倍点赞出来了。咱们一起点到100万，90万了。嗯。点酸了，对啊，都是这样。96万了，哇，98万，10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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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妹妹开除。哦，我说被点赞还一直在。湖南永州玩，我前几天在湖南邵阳，家人们。点软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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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110多万，刷被点赞还一直在，太厉害了，刷一个节目了吗？我一回来人气就有了，那必须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必须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阿子直播4000人，我直播4000人，我们加在一起就8000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嗯、我回来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，家人们，我啊，礼物还带了呀，家人们，猜猜是什么？家人们，猜猜是什么？是什么礼物啊？还带来，家人们猜猜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